练完回来，我休息了半年的时间，所以说整体我的身心和身体上都得到了很好的恢复。所以从恢复到现在吧，我也就恢复了4个多月，然后现在也跟东京的时候就是没有恢复到100%，但已经恢复到90%左右，所以也是一个不错的状态。What would it mean to you to win here in Eugene? 意味着可能可能是就是我们中国这个项目在这个世界上站到了这个最连续3届奥运会吧，不是3届世锦赛，然后站在最巅峰。